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吗？就是性别区别呀，那还有啥区别呀？妈妈，男人比女人少了一颗泪疤。这你都知道，老关儿。我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女娲用泥巴捏了男人和女人，就为了让人类生活在地球上。但是女娲忘记特别重要事儿，她忘了再捏一颗心给男人了。男人咋没心了呀？你看我吧，一天天跟个溜达鸡似的，左窜窜，右窜窜的。我要给他安个飞机帮，这地球都装不下他。你爸那不是忙着给你赚钱呢吗，老关儿？妈妈，你知道你最大一个优点是啥吗？你真的太天真了。按我姥姥说呀，你就太傻那你说妈这么傻，那咋整啊？了。妈妈，你上超市买个大榴莲，你就给我爸，让我爸知道知道你的厉害。哎呦，说了半天，你给妈下这个套呢？你不就想吃榴莲？想吃榴莲就吱声呗。那妈指定哎呦想吃了啊！